为要奋力拍翼，犹如飞燕，往返若错之祸，主你居所。纵遇千辛万苦，仍渴望进到你殿。经过流泪歌，秋雨降下来，接忙在圣所，得见主荣。一切好处在你以内，在你殿宇住一天，圣子别处住千天，一切好处在你以内。经过流泪歌，望在圣所，得见主荣美。泪水涌出来，祭于主怨语，为你唱新歌。在你殿宇活一天，圣子别处千天，一切好处只在于你。在你殿宇活一天，圣子别处活千天，一切好处只在于你。诗篇八十四篇五至八节，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诗篇八十四篇的作者提出，人获得最大福分的路，就是进到神的居所。
全诗由三个诗段组成。今日的经文五至八节，诗人向神的圣殿朝拜。诗人说，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此刻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想往锡安的大道，向上帝朝拜，敬拜那个叫流泪谷变为泉源之地的全能主。以斯拉记五至六章。嗰阵时，先知哈该同亦多嘅子孙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嘅名，向犹大同耶路撒冷嘅犹大人宣讲上帝嘅话。于是，撒拉铁嘅儿子所罗巴伯同约撒达嘅儿子耶舒亚开始喺耶路撒冷重建上帝嘅殿。上帝嘅先知喺佢哋身边帮助佢哋。当时河西总督达乃、士他波斯乃及其同僚嚟问佢哋：边个批准你哋重建一座殿、修复一个墙呢？又问道：建造呢个殿嘅人们叫咩名字？然而上帝看顾犹太人嘅长老，工程冇被叫停，直到事情呈报俾大流士王，收到王嘅回谕后先至停止。河西嘅官员们、河西总督达乃、士他波斯乃及其同僚上奏大流士王，奏章如下：愿大流士王一切平安。王应该知道，我哋去咗犹大省，到咗伟大上帝嘅殿，人哋正喺度用大石建殿。木料已经安在墙里，工程进展迅速顺利。我们问那些长老，哪个批准你们重建一座殿、修复这个墙的呢？我们又问他们的名字，好记下他们首领的名字禀告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的上帝的仆人，我们正在重建一座多年前由以色列的一位伟大君王建造的殿。但因为我们的祖先触怒了天上的上帝，上帝将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摧毁了一座殿，将他们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塞鲁士在他统治元年降旨重建一座上帝的殿。尼布甲尼撒王曾掳去耶路撒冷上帝殿里的金银器皿，放在巴比伦神庙里面。塞鲁士王从巴比伦神庙拿出一些器皿，交给他委派做省长的切巴撒，吩咐他将一些器皿带去，重新陈设在耶路撒冷的殿里，在旧址上重建上帝的殿。于是一位切巴撒就在耶路撒冷为上帝的殿立了根基，从那时到如今，殿一直在重建中，从未有竣工。现在王若愿意，请查阅巴比伦的王室记录，看看塞鲁士王是否降旨重建耶路撒冷的上帝的殿。王对此事如何决断，请告知我们。于是大流士王下令查阅保存在巴比伦库房里的典籍，在马代省阿玛他城的宫内找到一卷书，书中记载如下：塞鲁士王元年，
塞鲁士王就耶路撒冷的上帝的殿降下谕旨，要重建一座殿作献祭之处，要奠立殿的地基。殿要高27米，阔27米，每三层巨石加铺一层木料，经费由各库支付。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上帝的殿里掳到巴比伦的金银器皿，都要归还到耶路撒冷上帝的殿里，放回原处。于是大流士王降旨，河西总督达赖、士他波斯赖以及你们的同僚、河西的官员，要远离那个殿，不要干涉上帝殿的建造，要让犹太人的省长和长老在原址上重建一座上帝的殿。另外，我降旨命令你们帮助犹太人的长老重建上帝的殿，要立刻从河西的皇室税收中拨出款项作为建殿之用，以免耽误工程。他们向天上的上帝献燔祭时所需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小麦、盐、酒和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日日供应给他们，不得有误，好让他们向天上的上帝献上蒙悦纳的祭物，并为王和众王子求寿。我再降旨，若有人更改一个谕旨，必从他的房屋抽掉一根大梁，将他钉在梁上挂起来，他的房屋亦都要沦为粪堆。无论君王还是百姓，若果有人擅自更改一个命令，或毁坏耶路撒冷一座殿，愿拣选这个殿作其居所的上帝毁灭他。我大流士降此谕旨，务要速速遵行。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士他波斯乃及其同僚都认真执行大流士王的谕旨，在哈该先知和亦多的子孙撒加利亚的劝导下，犹太人的长老建造这个殿进展顺利。他们遵照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和亚达薛西的谕旨，完成了建殿工程。大流士王第六年亚达月三日，建殿工程竣工。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以及其余流亡归来的人都满心欢喜地为上帝的殿举行奉献礼，他们为此献上100头公牛犊、200只公绵羊和400只绵羊羔，又照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献上12只公山羊，作全体以色列人的赎罪祭。他们依照摩西律法书的规定，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上帝。1月14日，流亡归来的人守逾月节，祭司和利未人一起自洁，成为洁净的人，并为所有流亡归来的人、其他祭司同胞以及他们自己宰杀逾月节的羔羊。从流亡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连同所有弃绝当地民族的污秽行为、寻求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的人，一起吃这个羔羊。他们欢欢喜喜地守除教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亚述王对他们心存善意，帮助他们重建以色列上帝的殿。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开始在耶路撒冷重建上帝的殿，上帝的先知在他们身边帮助他们。当时河西总督达乃、士他波斯乃和他的同僚来质问挑战他们的工程，上帝看顾犹太人的长老，工程没有被叫停，直到事情情报给大流士王，收到王的回谕后才停止。停工一段时间之后，大流士王查阅巴比伦库房里的典籍，确认建殿是出于上帝的心意之后，再次批准工程复工。
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士他波斯乃及其同僚都认真执行大流士王的谕旨。在哈该先知和亦多的子孙撒加利亚的劝勉下，犹太人的长老建造这个殿进展顺利，他们遵照上帝的命令和波斯王塞鲁士、大流士和亚达薛西的谕旨，完成了建殿工程。虽然重建圣殿和修复城墙遇到种种的阻碍，幸好犹太人的长老在撒加利亚的劝勉下，此志不渝的完成建殿工程。求主怜悯，那个恶者层出不穷的攻击，令到很多属灵的事工被拖延或者半途而废，甚至未开始就胎死腹中。不少属灵的领袖因此气馁，对上帝的信心动摇，甚至想放弃走主的路，完主的心意。求主帮助保守所有单纯爱主的人能够持之以恒，耐心等候上帝的时间、供应和作为，在考验中坚持到底。讲唔多前书三章五至二十三节，阿波罗算乜嘢？保罗算乜嘢？我哋不过系上帝嘅仆人，各人照住主所赐嘅才干，引导你哋信靠上帝。我栽种，阿波罗灌溉，但使之生长嘅系上帝。所以栽种嘅同灌溉嘅都唔算得乜嘢，一切都系在于使之生长嘅上帝。其实栽种嘅人同浇灌嘅人目标都系一样，各人将按照自己嘅付出得到报酬。因为我哋系上帝嘅童工，你哋系上帝嘅园地同建筑。我照住上帝赐俾我嘅恩典，好似一位有智慧嘅建筑师打稳咗根基，然后让其他嘅工人喺上面建造。但每个人建造嘅时候要小心，因为除咗嗰个已经奠定嘅根基耶稣基督以外，冇人能够另立根基。人哋用金、银、宝石、草、木或禾秸喺一个根基上建造，每个人嘅工程将来都要显明出嚟。因为到咗审判嘅日子，必用火试验各人工程嘅品质。人喺一个根基上所建造嘅工程，若经得起考验，佢必获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销毁了，他必遭受损失。自己虽然可以得救，却好像从火里逃生一样。岂不知你们就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摧毁上帝的殿，上帝必摧毁那个人。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你们就是一个殿。你们不要自欺，如果你们有人自以为在世上有智慧，他应当变成愚人，好成为真正的智者。因为在一个世上的智慧，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愚昧的。正如圣经上讲，上帝使智者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者的思想虚妄。因此哪个都不要仗着人夸耀，因为万物都属于你们。无论是保罗、阿波罗、彼得、世界、生命、死亡、现在的事或将来的事，都属于你们。
你哋属于基督，基督属于上帝。保罗提醒，佢栽种，阿波罗灌溉，但系使人成长嘅系上帝。栽种同灌溉嘅都唔算得系乜嘢，一切都在于使之生长嘅上帝。保罗又指出，除咗嗰个已经奠定嘅根基耶稣基督以外，冇人能够另立根基。每个人建造嘅时候要小心，因为人嘅工程将来都要显明出嚟。到咗审判嘅日子，神必用火试验各人工程嘅品质。人喺呢一个根基上所建造嘅工程，如果经得起考验，佢必获得奖赏。人嘅工程若被销毁，佢必遭受损失。自己虽然可以得救，却好似火里逃生一样。感谢上帝，佢系唯一真正能够叫人成长嘅，亦都系嗰位奠定救赎根基嘅唯一。再冇其他嘅根基，人可以喺上面建造。感谢神提醒我哋要点样好好警醒，喺基督耶稣呢一个根基上建造，叫嗰啲经得起考验嘅信徒必获得上帝嘅奖赏。让我哋感谢耶稣基督，所有信徒都系属于基督，基督属于上帝。任何人都唔能够仗住人夸耀，因此亦都唔能够因为人而结党分派。箴言二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智慧嘅王波散恶人，用碌毒滚扎佢哋。人嘅灵系耶和华嘅灯，监察人嘅心腹。箴言指出，明君必筛出恶人，用石碌滚扎佢哋。心灵系耶和华嘅灯，监察人嘅肺腑心肠。求上帝帮助我们的心灵时刻被主的灵光照，照出自己内心的黑暗，并求神洁净自己，成为祂的器皿，能够在一切不虔、不义、不洁筛出恶人及恶行，作主公义的仆人。
8月7号灵修思考问题，诗篇84篇5至6节，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靠上帝有力量，那些经过流泪谷的人必有秋雨之福盖满心灵之谷。你怎样靠主得力，经历上帝秋雨之福呢？亲爱主，感谢你使倚靠你的人有力量，虽然他们经过流泪谷，但你却叫一个成为泉源之地，有主的恩雨盖满全谷。求主叫那些在流泪谷中的肢体依然来到去倚靠你，内心的等候主你自己降下恩雨覆盖全地。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们。